阿基拉与林志玲结婚快4年，近期几乎都在台湾工作，最近更是登上实境节目，引起不小关注。光首播就吸引122万人收看，而阿基拉也罕见在节目中透露儿子抓周的过程。阿基拉先是透露在日本根本没有抓周仪式，所以小孩满1岁的时候，他和林志玲是在台湾为孩子办抓周仪式，他也觉得很新奇。同时阿基拉也笑说，自己在抓周时为了不让小孩拿其他物件，直接把足球放在他面前，强迫他直接抓足球。而且在分享的过程中，阿基拉还边讲边示范动作，更在现场秀了一手自己头顶足球绝技。节目播出后，网友也纷纷笑说阿基拉也太爱足球了。Bye.